范冰冰、李晨的恋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5月29日上午，李晨在微博上晒出与范冰冰的甜蜜合影，并配文"我们"。随后，范冰冰转发李晨合影，同样附文"我们"，承认了两人正在热恋中。2月10日，冰冰在微博上晒出一组与李晨回家吃团圆饭的照片。在微博中，她写道："辛辛苦苦一年了，回来陪家里的老人吃顿饭，这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。"在这组照片中，李晨一直陪伴范冰冰左右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甚是温馨。网友除了表达祝福以外，一致开启催婚模式，啥时候结婚？告诉我们好事将近。更有心急的粉丝开启了催生模式，